单词拼读速记第141天来了，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个新的元音组合。咱们之前学过 al 组合读作 all，对吧？然后后面它如果再加个 k，它的发音还是没有变化，它的发音还是读 ark，再加上 k，ark，ark，ark，看几个单词，这个单词元音组合是 ark，前面辅音是 t，ark，talk，这个单词元音组合是 ark，前面辅音是 w，ark。Walk, walk，这个元音组合是 ark，前面辅音是 t，但是呢，咱们在前面看到了 s，咱们说 st 要读成 st 的音啊，它要有一个浊化，st 变成 st 的音，读作 stock, stock, stock。这个单词元音是 ark，前面辅音是 ch ch ark, chalk, chalk。赶紧把咱们的元音组合来练习一下，它就读作 ark, ark。Oh.